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宋景輝、李偉儀、錢建榮。哇！又翻嚟啦，第二節。唔係聽完蕭峰姐，大家應該開心啲係嘛？簡直大快人心啊！放心啊，錄就來咧，呢首歌聽到你耳聞都得。有老平，有邊個啊？下一個想希望係老平啊！老平吟詩吟撚得，中意揾阿陽光去搭檔啊嘛。錢師奶差唔多啊，年紀都。唔係啊，老平係專搞香港單嘢噶嘛，我覺得六七暴動關係事啊！屌你老母！佢後期先至咩啫？咁唔係啊，咁佢呢啲潛伏噶嘛，可能又係佢係喺北京拉不同嘅角色啫。係啦，可能誒屌你乜搞到咁嘢啊！你哋嚇～炸人安啊！唔係我炸嘅炸彈，我冇落 order 噶，嗰個落邊個落啊？我叫佢落嚟啊嘛！姓老叫阿平啊，係我大衞仔啊！係啊，下邊篤灰，老平篤灰落去。咁即係可能個名單會擴展噶咯，咁樣落去。大鑊啦！陸續有嚟，陸續有嚟咯。好啦，喂，咁呢節。我哋講咩先？大佬，你 send 咗嗰個圖嚟，健康嘅嘢講下。健康，佢 send 嗰個圖嚟，我睇都睇唔明。我哋講翻啲關乎大家嘅健康先，因為其實個節目我哋都係咁啊，嗰兩個歷史專家唔喺度咧，就係歷史嘅，我哋就係識條鐵嘅。係啊，冇錯，所以今日咧，大家想就講翻啲比較今日大家想聽嘅嘢就少少嘅啦，就係同一個飲食，大家平時飲食即係根深蒂固咁多年，就係一個所謂嘅金字塔。飲食金字塔嗰樣嘢就係究竟少鹽少鹽少糖啊嘛，少就梗啦。就嗰個飲食金字塔咯。最底層係乜嘢？最底層咪係依個飯咯。飯係啦，飯啦，仲有咧菜、碳水化合物嗰類。主要係其實都係主要最底層係佢以前係強調，或者呢個係美國 FDA 三十幾年前講嗰樣嘢啫。普遍教我哋嗰個年代都係所謂吸收多啲麵包啊、麥啊，唔係谷物咯。係啦，我哋碳水化合物，不如叫佢哋出咗幅圖先。係啦，個第二節嗰個嗰幅圖啦，係啊，就係嗰個叫做好似喺英文字嘅，就 choose my plan dot government， 呢個唔係我哋香港 government， 總之係圓形嘅一碟咁樣嘅嘢。FDA 講嘅呢個就係其實主要係點解會近呢一期啦，或者點講會開始討論就係個飲食金字塔會轉啊？點解咧？因為好簡單，你睇美國佬。你看美國佬個個都黐肥嘅啫嘛，每日幾百磅，即係點解咧？我飲汽水都似有人擺可樂多啊！一來汽水啊，汽水係糖分啊，主要吸收來源。嗰陣時我記得嗰個汽水啊，幾鬼不能動搖啊，大佬！嗰陣時有市長下令。禁止賣 XXL 嘅汽水賣啊！跟住有人反抗議啊嘛，但係其實汽水之外咧，喺或者喺美國外國人飲水裏面咧，小麥係其中一個好大嘅熱量吸收來源嚟。但係嗰啲係100年前嘅嘢咯，而家嗰啲全部都係咁，全部都係肉咁。你食漢堡包係小麥，你去食麥片又係麥，麥片可能纖維多啲啊。咁你但唔係我硬係覺得佢哋會一早起身會煎塊牛扒食，然之後即係晚又食一塊牛扒，中午又食一塊牛扒啊。奶係其中嘅問題啊，奶就但係主要而家講緊嗰樣嘢就係佢將嗰個食物金字塔嗰個裡面嗰個比重咧，其實幅圖入邊有幅圖先有得飲喎。唔係啊，可能我哋嘅同事唔得閒，暫時未得閒。咁我哋一陣再講住先啦。咁佢而家新嗰幅圖嘅比重裡面咧，就將菜同埋谷物啊，亦都唔再集中講話喺嗰個小麥啦，即係以前佢哋美國佬都會好強調食麵包啦，食麵包谷物之一啦，但係其實谷物都好撚多種噶嘛，係好多種飯咯，即係米同麥啦，同小麥咧就嗰個科屬係少啲嘅，但係講米都十幾萬種啊，大佬你喺呢個地球裡面咩米，即係咩越南米啊、泰國米啊，唔係啲白米嚟嘅啦，仲有啲咩紅米、糙米、咩米麥啊、N 咁撚多種，咁有咩分別咧？咁點講咧？即係好簡單，小麥先，小麥嘅小麥喺
五谷類裡面其實熱量是最重的其中一種，即是為什麼可以釀酒啊，小麥大麥可以釀酒，喂糖多，即是你不會拿一支南方米釀酒，你釀酒，我們釀酒都用糯米粘米，我以為可以用積啊，糖分重一點，用積和用粟來釀那些，是的，即是用糖分重一點，我們吃開，是那類，因為我們南方人吃開的米呢，或者印度啊，越南吃開的米呢，其實是只是得南方會吃的，是中原的地方是會吃粟粟同埋積啊，寫積個積，即係寫積之神個積啊，即係佢依樣嘢係自古以來我哋五谷裏邊係最重要嘅嘢嚟噶嘛，米其實係唔重要嘅，唔係因為你米有個限制，米係去到南方先有，因為你米種植嗰個範圍都係少啲嘅，但係米相對地即係要好多好多水，一來水多，二來係我吸收嗰方面，水米。米吸收方面的熱量沒那麼重呢，那你變成黐肥的問題會低一點，因為以前人要耕田啦，要多勞動啦，那你就要吃多些飯或者你種小麥啊，你會消耗曬，那你就不會肥咯，其實很簡單啫。有力但你現在不是喎，我哋平時你平時你翻我哋行路，我哋成日社交咁樣，有幾何你會一次一口係要行半個鐘以上的路咯？我想我哋在座四位都不會啦。我有試過，我有試過。唔係，我以前住村屋，我都成日行路嘅。我而家都係，即係奉行就係你搭巴士，咪早兩個站落車咯，行遠啲咯。你咁黐線嘅，嘥咗啲錢啦。你我應該由終點去坐到起點，起點坐到終點。所以咪就係你咁，既然以我哋咁嘅運動量，仲需唔需要吸收咁多谷物咧？即係呢一個係一個反思嚟嘅，其實真係唔需要。即係你當你唔需要再需要嘅時候，咁你仲係咪需要奉行舊嗰套金字塔，就吸收咁多個咁重嘅谷物量咧？呢個問題係即係如果你計翻，你如果討論咗好耐嘅，其實都唔係話近呢幾年嘅事。即係你要用翻嗰個營養量嚟計，你食肉嘅話會死人。同埋以前嗰個計嗰個所謂均衡飲食裏面係集中咗係計卡路里啫嘛，熱量你用翻熱量去計算啦，但係你係忽略咗你水溶性纖維啦、維他命啦、A、B、C， 好簡單。你夜盲症，你吸收維他命 B、A 少嘅話，你已經會有夜盲症。夜盲症即係你夜晚睇唔到嘢咯，即係你純月光情況下，你有啲人會睇唔撚到啊。因為你吸收維他命少，即係你吸收維他命少咗，好簡單，維他命 B 就係你個手指甲，你啲手指甲可能啲人唔靚啊，就係你嗰個維他命吸收得少咯。你個骨質吸收得唔好，或者你飲好多奶都好，你維他命多唔夠嘅，你會吸收唔到嗰個鈣質，因為你鈣質你要轉化落去你骨頭裡面，你需要溶解咗佢，再俾身體度做翻個骨頭噶嘛。但係維他命 D 邊度嚟咧？係太陽嘅，其實其中佢係 E 定 D 啊？多啊！毒咩？毒啊！我嘅影響骨質嗰個嘛，毒啊，吸收啊，影響你吸收，因為你需要吸收嗰個。你有啲奶粉，有啲奶類廣告都會強調佢加添加就係肯定毒落去噶嘛。但係嗰個唔要自己做嘅喎，嗰個係咪啲？所以咪就曬太陽咯。係要曬太陽咯。其實有食可以食物裡面吸收維他命 D 嘅，但係你最嗰個份量唔係咁高喎。因為始終你可以你有辦法，你知道嗰樣嘢邊度有維他命多嘅，你食多啲咯，盡可能。但其實最簡單最 simple 嘅，你唔好嚟曬太陽啦，你多啲太陽底下活動下。同陽光玩遊戲玩多啲，你就我唔想同陽光玩遊戲喎，我咁白淨係咪？呢啲你自己諗啊，呢啲唔關我事嘅，你個條骨嚟嘅，關我撚事。唔係，講翻先，其實而家改幅圖有冇一個，即係以前係用金字塔咁形狀啊？因為以前金字塔佢裡面係好清晰講，但係而家咧肉類，即係你而家好似見到同事翻嚟，你幫我哋轉咗嗰個第一幅圖，轉咗第二幅圖啫。以前嗰幅圖咧就好，以前嗰幅圖你回想翻幅圖唔出㗎，因為金字塔我相信所有香港讀書嘅人都見過幅死人圖嘅，好著重講蛋白質 protein 係由肉類吸收嘅，但係佢呢度就叫做。簡化了就係 daily 奶類啦，因為其實鬼佬冇豆漿嘅，所以飲奶。但係飲奶有害咧，以前鏗鏘集都有出過十，其實十年前都有出過集。好似阿盧敬亭啊，盧偉廷啊，我唔記得咗。飛上天上嗰個盧冠廷，盧冠廷係啦。鏗鏘集講過一集牛奶有害呢樣嘢，你自己上 YouTube 查一查得到嘅。牛奶就唔好飲咁多，因為有激素啊嘛。唔係啊，你唔好講咁陰謀論，一激素先啦，淨係牛。我記得是盧冠廷，他喝到他自己的過敏，因為搞到沒辦法再喝牛奶裡面的蛋白質
是不是那麼適合人類吸收的。講緊適合人類吸收是羊奶啦，豆漿嘅人係其實人好鬼衰嘅，但係揾唔到人奶飲啊嘛，最有嘅咩？你有冇搞錯？大陸有人奶賣嘅，你知唔知㗎？啲土豪咁翻嚟買唔到嘛？唔好講呢啲題外話啦。咁牛奶就免得過就可以，我哋又試我哋南方人咧，或者。唔好話南方人啦，如果你本身戒奶，你戒咗好多年，即係你可能你由三歲唔飲奶之後，唔好意思啊，好耐都冇接觸奶類嘅話咧，係就免得過都唔好飲啦，因為會瀉會瀉啊，蛋白質定係乳糖嗰個乳糖一來熱氣啦，糖分熱氣啦，二來係個蛋白，佢嗰個乳糖你消化乳蛋白我哋消化下難於消化，分解唔到啊。是啦，所以點解飲食肉會減肥或者食蛋白質會減肥咧？因為其實好簡單，要講翻人要吸收營養嘅次序啦。人吸收營養首先係吸收果糖，即係叫做葡萄糖嘅果糖、葡糖嘅，即係唔係叫飲果汁先生咁甜嗰啲有蔗糖啦。簡單提子好純嘅提子，天然嘅提子嗰啲糖啊，葡萄糖啊，咁你咪吸收咗先啦。第二就會係蔗糖類啦。即係如果你人裡面你食三樣嘢，你食一粒提子，食一粒砂糖，再食一啖飯咧，你先係消耗咗一粒葡萄糖嘅糖分先嘅，再燃燒蔗糖嘅，最後先燃燒澱粉質嘅。咁澱粉質你澱粉質本身都唔會澱粉質裡面都要變分解做糖分，澱粉質都分十幾萬種，就簡單分類就係薯仔、小麥同飯。薯仔的澱粉質個單元大一點，那就比較難被人體吸收去消耗，那你吸收分解了消耗不切就變脂肪了，你會儲存了嘛，那到之後小麥就會略略細一點，細一點的時候你都是慢一點的，那最細是什麼？其實飯的澱粉質那個 size， 即是那個原子 size 是最小的，那就比較易於人體吸收的，即是會比較容易用了先，咁所以咧，佢呢一度嗰幅圖就唔再局限某一幾種形態，飯啊、麵包咁，即係唔夠冇先後次序啦。講谷物啦，谷物類，蛋白質、菜同埋水果。咁水果菜呢，好簡單啊！你落去係纖維，唔係嘅菜水果，你會認你會諗得到係嗰樣嘢。但係 protein 同埋谷物係點咧 ？protein 蛋白質簡單就係肉啦、雞蛋啦、豆類啦，咁建議吸收量其實佢又冇話寫幾多，視乎你日人常需消耗嘅啫。但係如果你想好快速去減肥咧，有個捷徑就食多啲蛋白質啦，盡量你滅除咗個谷物類。你唔識吸收谷物，你淨係吸收蛋白質咧，咁人就會瘦嘅。有得意嘅就講翻就係人當要吸收一個單位嘅蛋白質嘅時候，你係要需要多於一個單位的蛋白質嘅。即係我好難去量化幾多為止幾多，但係簡單我要吸收一個電話咁嘅 size 嘅蛋白質，你要攞多個電話出嚟，攞多比一部電話大啲嘅 size 嘅蛋白質嘅能量，先至消化咗個蛋白質。因為我哋要吸收蛋白質，先要降解蛋白質先，降分解蛋白質做最基本嘅單元，先人體先吸收到嘅。咁如果你枕住食蛋白質唔食谷物類咧，咁人體就會焗住你要消耗蛋白質啦。咁你就減肥嘅，好捷徑嘅，但係長期落去你會腎衰竭咯，都會死啦。所以都好難頭。就算你必須要咁做嘅時候，我都係建議你做兩個禮拜咯，最極限咁。同埋有啲人如果本身黐肥就唔好做呢件事啊，因為你驚你黐肥嘅時候，你再去做呢件事，你快啲死嘅啫。係啦，即係你行多啲路啦，唔該你做多啲運動啦。係啦，但係佢咁樣出得呢個 plan 嘅時候，就大家要諗翻就係好簡單，而家流行嘅麵包機咧，即係其實會牽涉嗰樣嘢就係麵包文化啦。你香港啊，或者你日本、亞洲區都開始會推廣大家食麵包啊咁樣。點解咧？因為其實你美國、西歐係最大嘅小麥生產國啦。亞洲區或者你西歐陣營裡面會種米嘅國家，其實得幾個啫，就意大利同澳洲。澳洲因為澳洲的氣候比較多元，佢有種米的情況啦。意大利米啊，因為地中海其實類似嗰個氣候都係。喂，咁但係西班牙冇種米嘅咩？少咯，佢哋都唔係主食。佢都唔係主食。唔係主食咯，或者你西班牙嘅飯可能都係意大利射俾佢嘅咧，因為你係西西差唔多啫嘛。應該話西班牙是南歐天氣，它是有一些是地中海氣候，它都可以種很多嘢嘅。咁佢有種米唔撚奇啊，但係佢哋。嗰邊唔係主食啦，咁美國更加冇可能啦，即係你冇可能食米啦。咁就係
一個大家要思考的問題就是面點講咧？有啲人黐肥，點解香港人都開始出現黐肥？就係咪我哋平時吸收太多嗰啲穀物類啊？或者你吸收咗好多，你唔消耗，同埋一個問題就係麵包機個問題就係你當推行一隻好大行其道麵包機啦。咁你有咗麵包機，啲人就會覺得啊，屌你咩！我有麵包機咁啊，自己買啲好靚嘅麵粉翻嚟整個南韓麵粉麵包，會唔會好健康咧？咁就變咗唔食飯啦，麵包做主食啦，甚至乎咧去到主食嘅大鑊喎，唔係大唔大鑊啊？你消耗到你咪得咯，即係消耗唔曬啊！但係個身體可以咁做就得，即係好似咁，好似大家我哋在座咁啊！我同你講兩個站，早兩站落車行翻嚟都屌鳩我嘅，咁你未變咗你日常咪唔會消耗嗰樣嘢咯？咁你唔消耗你咪全部變曬脂肪，咁你咪肥咗咯？同埋計翻個種族問題嚟講，我諗我哋食飯會好啲。同埋我哋唔適合嗰啲，我哋唔適合咁高脂嘅嘢，適合咁高能量。唔係嘅，都提嗰句啦。你係做運動員嘅，你有咁高消耗量嘅，你又唔係擔嚟，大佬個個都坐喺度電腦前面咁樣連打飛機都係嘅時候，點可以？你點會消耗到能量咧？阿雲仔，你個人咩啦？咁大其實真係。香港人的生活模式你而家都其實你都見到食多麵包㗎，你好簡單，早餐你去搭個西鐵，搭個地鐵，你買個包啊，咬咬身，雖然你身邊空氣包啊，唔好理啊，但係你都係開始文化飲食啊，係趨向小麥類啦。咁你話係咪又係美國啲陰謀論去推高小麥價格咧？我夾硬知咩？屌你，我講我都啲小麥喺大陸嚟㗎嘛，算啦，唔好理啦。小麥你大陸唔撚有食啦，邊度出口啊？最其實最大嘅小麥出口國都係美國啫嘛。即係你美國有最大嘅最大的，我成日都以為佢哋淨係種粟米嘅啫。咁唔係咯，美國種好多嘢。種小麥。美國每年，美國成日講啦，佢每年有時為咗要平衡個物價，推高糧食價格，燒幾多小麥，你知唔知啊？燒啊，直情用火燒啦，啄啊，直情唔係鑽石油喎。佢話你話我將啲小麥啊、黃豆變石油啊，有，因為你美國大豆唔值錢啊嘛，佢基因改造大豆冇人買啊嘛，巴西大豆冇基因改造就個個買巴西大豆啊嘛，咁你變咗。香港又好鬼慘啊！香港人食啲大豆好多都係應該做，我想答大家。所以就係啦。所以美國而家咪講緊用電油，用豆做電油咯，因為你冇得買啊嘛。但係你即係咁啊！你美國 FDA 既然會建議大家去改變嗰個飲食金字塔嘅時候，咁你咪自己去諗，因為我相信聽眾大家你都會有屋企可能會開始有麵包機，或者你開始會會以麵包做一個開始比重會大咗嘅主食啦。但係我想即係咁講啦，即係以一個少少旁邊學咁樣講勸解釋下俾大家聽就是其實你當你個主食轉曬麵包，而你發覺你個體重日增嘅時候，你唔好妄想淨係靠部麵包機你嗰個身體狀況去改善咯。其實冇可能嘅，即係當然啦。你就算點會有人會諗幻想到食個麵包好減肥？有啲中產係咁撚樣噶，聽講係癲噶，佢哋啲開始係咪因為佢以為咁樣係扮到英國去嚟禮拜咁？唔係啊，香港啲人好撚蠢嘅，都好多，即係佢淨唔好香港嘅呢個地球，都好多撚蠢嘅。成日都因為商業手法呃咗咧，好多人。你以為因為你會想常識地諗，你街買麵包有添加劑有剩嘅，咁我自己做麵包係咪會健康啲咧？但係嗰個麵包貴，仲肥過碗飯喎，大佬。係咯，其實你一個覺得食包。即係食實突突一嚿粉咁搓埋，又糖又鹽又油咁樣。膚質點講咧？因為其實你麵包係經過發酵之後，你糖分係易吸收咗，所以你好高熱量嘅。仲犀利，仲犀利個飯，飯都著完之後翻嚟燒飯。因為飯本身我哋個易吸收，你容易用咗，同埋你飯南方嘅米本身係維他命啊，有呢啲老乜撚脂肪啊，仲要好大扎嘢咁，精米咧加埋我哋。係咯，所以大家可以諗下，同埋講完谷物，講完谷物嗰嚟就講個 protein 啦 ，protein 係肉啦，你大家認為係肉啊、蛋啊、黃豆啊，但係你點講肉類食得肉類多係咪好咧？尤其是又調翻轉，或者你當你見到 protein 呢隻字，
你就唔好諗啊食肉啦，係咪即係蛋白質咪食肉咧？其實又唔可以咁嘅，因為你食得肉多咧，一來荷包唔夠俾啦，二來係你肉類蛋白咧食得多個人會燥嘅，其實熱氣嗰樣嘢呢，大家好好正常嘅，所以喺蛋白質裡面咧又係要揀啦，同埋你要均衡去吸收，你唔好去全部食黃豆啊，你成日食豆飲豆漿又係唔得嘅喎。系啊，蛋又要食，肉又要食，豆漿都要飲。但係因為其實呢幅圖佢出咗之後，其實都會諗點解佢美國三十年前會用嗰個緊人死人金字塔咁樣 sell 大家咧？我覺得真係嗰啲陰謀論嚟。哇！你竟然覺得嗰個咁都可以拉到去陰謀論？因為當嗰陣時係講緊，如果以美國嘅小麥供應量咁大嘅時候，如果你冇相應嘅消耗咧。你係會跌噶嘛價錢，即係你個投資。唔、但係如果佢諗呢個陰謀論都打咗得幾好嘅。先佢叫你食多啲米，我又唔係叫我食多啲谷物，佢又生多啲谷物。咁其實 OK 嘅。改變亞洲人嘅飲食文化啦。同埋其實肉類嘅普及唔係好多年嘅事嚟。肉類普及唔到嘅，因為你而家石油價格開始上升啊，同埋你美國其實點解咧？你種養一隻牛咧？養一隻牛你要用大約4000人的糧食，但是你養出來的隻牛只有600人而已。是啊，你為什麼肉類的價格可以去到今天的水平都是石油而已？ 你美國怎樣養一隻牛呢？它不是放它出來，唉，吃草啊，你屌啦，你這樣吃草吃到煙都不大啦。怎樣做的呢？肉骨粉啦，貴谷它吃啦，還有盡量是集中，好像集中營一樣，那牛呢是出世的時候先在草地上走了兩個圈，然後就車去那些集中很集中的地方。喂佢食谷啊，喂佢食嗰啲草啊，喂佢食肉骨粉啊，打到佢好肥，先有咁高嘅脂肪啲牛啊，咁肥咁嘅情況賣出街，你先至食到啲咁肥嘅牛扒，係一個都係同一個石油有關嘅。咁如果我哋點講？即如果石油價格升嘅，咁如果升啦，或者你本身如果你當你嗰個經濟結構改變嘅時候，你點樣可以供應咁平嘅牛肉咧？咁樣？因為我係貴啦，呢個我都即係係啦係啦，你要記講啦。所以 protein 呢樣嘢都冇即係均衡咯，都係嗰句。其實講完到尾就係想提醒大家你見到呢幅圖同你30年前嘅幅圖嘅變化，就係蔬菜同埋生果嘅比重係大幅去飆升咗嘅。以前個金字塔裏面咧，以前金字塔裏面係麵包啦、菜啦、肉啦，先至蛋噶嘛。你裡面加埋都唔夠五成嘅，但係你今日嘅時候，你已經突然間嗰個比重已經去到五成，即係菜、蔬菜又是蔬菜同生果類。咁大家就要諗下，我哋平時食嘅嘢，嗰間大家落買餐飯，你有幾多菜食啊？你翻有一個西蘭花咯，又或者九蚊一嚿豬肉爛咗嘅番茄。係啦，即係要留意翻啦。即係大家想身體健康，除咗要做運動之外咧，係啦，就同埋扭講杯 daily。其實佢 daily 懟埋落去之後咧，你 diary 嗰個當出現咗呢樣嘢嘅時候，你其實計翻成個百分比重咧，最少係谷物嘅，調翻轉。你計啲一二三四五忽嘢咧，最少係谷物嘅。你見到啊，即係當然喺個碟上面，谷物都佔緊你四分一啦，冇四分一，可能五分一、五分二到啦。唔係喎，四分可能當計較。但係當你計埋 dairy 係蛋白質咧，定係你嗰杯飲嘅嘢，就已經過曬噶咯。我哋要諗翻，我哋係咪真係要食咁多麵包啊？我唔會食咁多麵包，係嗰啲非常之離地中產，離地中產嘅做嘅嘢。我哋啲貧苦大眾次次都係食午飯㗎啦。即係當然啦，你早餐食個麵包，我唔會話唔食一個咯。你唔好食過濃咯。係啊，我試過食兩三個。仆街啊！你賴嘢啊！係啊，唔係我唔係成日食兩三個噶嘛。即係講到尾，其實即係俾麵包，大家落，次次都係得嚟嚟去都係得嗰個爛嘅西蘭花。唔係你，因為你喺一個餐飲業裏面，肉類好處理噶嘛。你先解凍，你解凍咗就揀點啊？你解凍咗嚟切片咁咪買得啦。咁你菜咧？咁你飯粒我洗菜機，菜又貴喎，其實你相對菜相對肉啊，相對於飯啊，咁你就會貴咗，所以係咯。但係大家聽完呢一集之後，如果你有親戚朋友啊，或者你可以同佢講下嘅，其實
唔好食咁多麵包。其實我應該係時候要教育下佢哋呢個新嘅飲食文化。當中裡面其實有樣嘢係想講禮物或者紅泥嗰樣嘢嘅，因為禮物印第安民族係食禮物嘅。禮物有咩好呢，就係、是、相比我哋喺海拔水平種到嘅谷物裡面，佢含有嘅氨基酸係比較多。嗰啲氨基酸係一般人體必須要吸收啦，同埋我哋食。因為有些氨基酸咧係人係禮物係乜嘢啊嘛？禮物糖紅泥或者禮物，你自己查維基啦，係你聽到嘅字禮物，草花頭草花頭個禮字，跟住麥呢樣嘢係種出嚟嘅谷，海拔高嘅，正常係海拔低海拔係生存唔到嘅，只要海拔高，即係台灣有山啊，或者你印第安嗰啲山住嘅。個名好熟喎，好似西藏啊嗰啲地方。總之你係啊，總之海拔高就會出現呢樣嘢嘅。咁禮物呢樣嘢有咩好處，就係主要頭先講係氨基酸，因為人係本身氨基酸組成噶嘛。咁人點樣產生氨基酸，就係靠你本身飲食裡面去自行生產嘅。但係禮物裡面咧就好得意嘅，佢本身已經有一啲咁嘅氨基酸喺裡面咧。咁你食禮物咧，咁你就變咗補充咗一啲你必須嘅氨基酸，又唔使自己去生產啦，或者你咁。因為氨基酸都是人體必需的元素，你吸收多一些去補充的時候，你人的身體味道會好一點，即是方便了，即是好像吃了一些簡餐一樣，或者你可以想印第安文明那班有幾千年文化，那麼先進，連世界文化都計到了，即是他們吃的東西是不是會好一點呢，即是你可以反思一下。不過你美國在想的是叫海拔低生產的禮物的，咁唔出奇，咁即係佢好似做過，即係俾萬山都搞過都唔係好嘢噶，真係。咁好正常，因為大佬為你要做個商業發展啦。但係你變咗你去買或者你去吸收呢一啲資訊之後，你去再去選購嗰樣嘢時候，你要留意翻嗰樣嘢邊度嚟咯。即係大家都要識飲識食喎。咁係㗎，因為其實你人就衣食住行㗎啦，唔係衣就食㗎啦。咁你如果食嗰樣嘢出現問題嘅時候，咁你命仔都短啲啦，係咪先？我而家都俾佢就嚟俾共產黨搞到冇命啊！不過呢個資訊都幾好，幾有地溝油。你唔好食咁多地溝油就得。咩地溝油呢啲屌你唔撚去深圳河以北，你已經免除咗好大嘅問題嚟㗎啦！邊個叫你翻去揼骨嘅啫？屌你咪香港冇得揼咩大佬？你唔會翻大陸買支油落嚟？咪係咯，自己㗎嘛。誒咁今日喂咁今日呢個資訊都幾啱大家。係咯。咁喂，始終。咁我哋係咪要係時候要播下一首歌去下一節先？咁大概嗱，咁我哋依次咧，我哋準備咗首歌。點解咧？點解準備首歌咧？就係因為我哋講咧，講區議會選舉，選舉係要有啲咩氣勢咧？嗱，嗰首歌就叫《我們要出征》啦。哦，就係呢首歌啦。咁我哋去咗呢首歌之後，下一節翻嚟我哋講區選。